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迪花。今天要分析的是细思极恐，奥哈拉的内鬼到底是谁？罗宾的复仇对象就开始我推理。之前我在网络上抛出关于奥哈拉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海军这边到底如何知道奥哈拉在研究空白的一百年？我自己找好像都没有看到有解释这块。我问了很多人，也说尾田没解释。如果有解释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今天就以尾田真的没解释下去做分析。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罗宾小时候的回忆，他小时候常常被人欺负，因为他吃了恶魔果实。只有奥哈拉的学者不排斥他。然后罗宾说了，他想研究空白的一百年，但三叶草博士说绝对不可以，因为那是国家重罪。但罗宾早就发现，他们常常在地下室研究这个了。注意，这里研究是非常隐秘的，所以除了罗宾这种跟他们很亲近以外的人，几乎没有人可以得知到这件事情。在之后，罗宾就遇到了萨隆。萨隆发现这个岛屿就是世界政府要屠魔令的奥哈拉，他要罗宾赶紧逃命。正好这时候 CP9 来到了奥哈拉，罗宾的妈妈刚好跟 CP9 对上，他们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。CP9 说，抓到那些研究历史本文的人，就发现那些人几乎都跟奥哈拉有关系，这点可能就是世界政府知道奥哈拉在研究空白一百年的证据。但只有这个证据就要去屠魔令，我看是发疯了。因为在毁灭的过程就有提到，世界政府从一开始就想这么做了。我认为海军这边可能掌握了什么关键性的证据，在之后就发生后面的屠魔令了。我们今天要重点探讨的是为什么海军会盯上奥哈拉的原因。第一个就是开头提到的，抓到历史本文的人都跟奥哈拉有关系。再把时间拉回萨隆还在当海军的时候，萨隆当时在海上抓到罗宾的妈妈，但萨隆很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赶尽杀绝。战国当时说了要发动非常召集，我们需要五名中将、十艘军舰，叫萨隆一起加入。大家听到这里肯定会觉得很奇怪吧？海军只是怀疑他们有在研究而已，并没有实质的证据，而且研究的人都是不会武力的。这从抓到罗宾妈妈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为什么海军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我就知道奥哈拉在研究空白的一百年。我们沿着这个问题来思考下去吧。除了以上发生的事情，还有没有别的？再来就要开始深度分析了。在开始前必须说，这跳脱了海贼王原本的框架，也就是尾田并没有给出任何动机，只是完全单纯推论而已。如果不建议再继续看下去。海贼王这个动漫，当你怀疑一件事另一个人怎么知道的，要如何去往下分析呢？肯定就要讲讲海贼王最会玩的间谍游戏，也就是在奥哈拉学者里面有一个叛徒，而这个叛徒去跟 CP9 之类的人物告状，然后获利了一些东西。不然你都在地下室秘密研究了，没有道理海军还要直接屠魔令奥哈拉。所以我认为海军是已经确认了，他们正在研究空白的一百年。那我们来想想这个叛徒最高机会是谁呢？其实我在以前就分析过这个人物了，那就是拉菲特。首先来讲讲为什么是他呢？首先，奥哈拉的地点是在西海，拉菲特正好也是在西海出生的。他之前有入侵到圣地玛丽乔亚，而且没人发现，这点就非常奇怪了。这里明明是海军最高基地，为什么一个不怎么强的人可以闯入呢？你可能会说他会飞，但我觉得如果会飞就可以闯入，那我看天龙人应该已经被杀光了。我更偏向他已经熟知这块土地，也就是他可能曾经有来过这里，也就是当初打报告的那一次。还有黑雾子海贼团必须有人看得懂历史本文，如果拉菲特是那边的人，自然就非他莫属。以上都算是有点牵强的理论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我在之前有推测过，黑雾子海贼团的成员对上草帽海贼团，我个人研究了很久，我敢说尾田高几率要搞一个对应。尾田有多爱玩对应，应该不需要我多说对吧？很多证据摆在那，所以如果尾田要玩对应的话，也就他们双方对上的人很有可能都有恩怨。简单举个例子，鲁夫 vs 黑雾子，黑雾子是杀了艾斯的人物，真没有毛病。索隆 vs 鱼之溪流，鱼之溪流在之前推测高几率会干掉鹰眼，我自己觉得鹰眼一定在他之上，但剧情需要他败下阵来是没有问题的，可以去看看我那个分析。乔巴 vs 毒 Q， 毒 Q 的样貌太像西鲁鲁克了，毒 Q 要不是西鲁鲁克本人，不然就是西鲁鲁克的亲戚。骗人布 vs 范奥卡，红发海贼团在剧情上高几率会败给黑雾子海贼团，不然如果红发海贼团赢了，那草帽海贼团要干嘛呢？所以我自己觉得红发必输，然后骗人布帮爸爸报仇。娜美 vs 戴鹏，我推测娜美的妈妈很有可能遭遇了美女杀手戴鹏的虐杀，我也有分析过。弗朗基 vs 巴基斯，这两个都是改造人，然后在之前推测弗朗基的爸爸也是在红发海贼团上面，所以也是跟骗人布一样。圣平 vs 酒桶乔特，乔特高几率也是鱼人族的，而我认为他是太阳海贼团的人，也就是恶龙的翻版，我也有分析过。这些就是我自己比较确认的人选，剩下三个人物是没有办法脑补出什么恩怨的，其中就有罗宾 vs 拉菲特这个选项，而且他们两个都拥有翅膀，然后都是海贼团里面的外交官，所以高几率碰头。那以
上面的分析来看，必须要有个恩怨才对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尾田要搞对应的话，拉菲特高几率就参与了奥哈拉事件。除非草帽海贼团的人最终人数不是十人，而是在往上增加，然后黑胡子海贼团也会增加，那可能就不是罗宾 vs 拉菲特。所以如果真的是罗宾 vs 拉菲特的话，那罗宾确实有一个真正的复仇对象，这也是一个完美对应。那如果告密的是拉菲特，拉菲特又得到什么呢？目前看下来是完全没有任何动机的，但我敢说他绝对是背叛黑胡子的前几人选，亲自绝对是第一人，第二人就是拉菲特跟恶阵亡了。拉菲特会是背叛者，是因为他如果是无果实的话，他高几率就是继承极尽果实的人选，外形完全都是继承的最佳人选，末剧的最佳人选。如果极尽果实落入到黑胡子海贼团，那将高几率产生背叛，因为极尽果实是完美克制真正果实，但是他有翅膀，但有翅膀也不代表有吃果实，因为空岛的人也有。但有一件事是可以大几率认同他已经吃下果实了，因为他使用翅膀的时候手会不见，也就很可能是手变成翅膀。恶阵亡是因为他的野心可能大过黑胡子，在捕捉波尼的时候就知道了，亲自不用说，背叛的理由有几百种。所以如果推理正确的话，那时间线会是这样：伊姆大人下令给吴老星说，消灭所有研究空白100年的人，因为伊姆大人害怕他所说的事情被所有人知道，所以必须隐藏起来。最有可能的就是他毁灭掉了古代王国，然后吴老星放话给海军知道，然后抓到罗宾的妈妈。他们推理奥哈拉可能在研究空白的100年，就在这之间，有可能某人透露了奥哈拉的秘密，所以才发动非常召集。而这个人我自己认为高几率是拉菲特，我自己觉得这个推论是合理的，因为罗宾并没有能够帮家族报仇，因为所有草帽海贼团的人几乎都有自己的复仇之旅，像是娜美干掉恶龙，索伦要当上最强剑客之类的。但罗宾只存在童年的恐惧，我觉得尾田是有机会让罗宾弥补当初的无能的。就算拉菲特并不是这一次的帮凶，我认为之后出现这个帮凶的人物，我自己是完全不意外的，因为罗宾确实需要这个人的存在才能走出他童年的恐惧。当然还是要看尾田有没有安排，大家觉得奥哈拉的事件有没有间谍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知道。当然必须说的是，这是我自己的论点，不一定是正确的，大家看看就好。我的目的就是让你看了我的影片，让你脑里浮现出原来有这个可能而已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分析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加订阅，大家也可以推荐我这种很深的问题，我可能会分析给你们看。如果想要接收到我第一手的动态，可以按下小铃铛，可以看到我的 po 文，文章可能是你觉得不错的东西，像是海贼王的 AMV 或者一些关于海贼王的音乐或是影片通知，还有一些投标问题，也可以到 Bilibili 来帮我按个追踪，还有 FB 可以帮我按个赞。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